我昨晚睡得挺早的，2点多睡的，可能是太困了。讲道理，这边应该还有一个人呢。完了，我开局在逛街。在这个黑妹。人家开球，开球贴脸呗。哎，这波可以。这波完美，哎！三张猴子印纸直接给我取消掉了。我节奏贼差，不过人类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好吧，三代全在修，够死。不救了，这人。这个人真就不回来呀、啊。你看开局还想撞我，撞你一下，然后再盖你一板子天秀。好像是在重新修，先知在这边苟着。看能不能找到他。不知道在哪苟着。
我怀疑他救不到人，应该要平了。 弹一手，正好开局老在逛街，所以平了。我附近绕一绕。 看能不能抓到先知吧。先知开门了，两个人都在门，不敢绕。 反正没先知，不要紧。这有个人一直往前跑，我不知道是谁。 节奏差了一匹，开局追娃娃，他在大房。 节奏不好啊！空姐修完了，佣兵也在修。
哎，不是这个卡位，你还不改吗？啊，又来！上次被卡板子，这次被卡门，贼烦，恶心死了！我操！ 闪跑了，这还能被盖板子的？ 果然还是打小丑好一点，这军工厂真的糟心，不是卡门就是卡板，反正这倒地总能卡，黑妹。 哎，交了吧，麻烦。 一直不交吃亏的只有是我，不会是他。 空姐还把电机点了，再过来救，不是他点的，这边掉三台了，他早就修完了。
没二级狙啊！我操，是真敢滑！ 咱重新修，空姐也在这儿，这不好赢，平吧。磁铁还带个怀表呢，我的天！ 都是打过钻的。 虽然是打了钻的，但是，牵不了气球也没什么用啊。 哎呦，我还卡一下，我操！ 没了呀，本来就一个特型机，你还卡一下？三双加速用了，怎么是个黑妹啊？
抓黑妹的话，要么抓到死，要么就不抓，不能给他一刀就把他放走了，那是送 buff 行为。 人家这么快救了呀！你看，有时候他就打出去了，有时候就打不出去，奇怪。 没分身了，让他救我。 我要闪现，我不要紧。他们插一台电，幽冥没修，这波就打算死保他了。 估计开一半了，快点吧。这下好了，贪食屋了，门打开了。 小门电机5秒加速好快啊，直接打开了，别给了。感觉有的时候还不如带个精神抓人呢，每次开局就黑妹。 气死！又被清风，啊，也真烦。他要转大房，楼梯还打不了无人。 哎，真的是打个洞，打出个祭司出来了。
你要保他，那你就得死。两个人没修机子。真的假的？是在什么？气了这么多吗？真的大，他失误了。不过他其实大概撞到我两级的困兽之斗其实也一样。哎呀，我关键时候的刀简直了。我估计他下一只鸟都要出来了。真牛逼呀、啊！治愈起来了。磨起来了，不是治愈。
他应该没什么动了，停不了。如果这黑妹交了治愈的话，还能平一下。 猴子来的可真是及时，黑妹二号站。 这边肯定前锋，还没想修桥上，3.7。哇，这我都能撞，那我不就炸了吗？ 真叫开球跑这么远啊！哎，我丢出来了呀！ 这么喜欢带距离的吗？ 又上滑梯了，上滑梯我就不敢去。
重新修了，这人挂到死。踩个板子，我的妈，真的是约瑟夫啊！大猴子，这种他就是千里捡尸他也捡不了，这么的速度比他跑得还快。真叫砍我金像啊。这种就还好，全都不修电机，谁死谁摸谁。
那我要嗝屁了。还有闪现，不修了，不修了，能不修就不修。摸呀摸呀，结实！别摸了，别摸了，别摸了！这就又给我捡了，太狠了！佣兵也爆，就只有结石救我。结石！可以，佣兵也可以救，无伤救了。投进上去，他投了。嗯嗯。嘿。应该是金箱里面的，该救了，该救了，这右边还弹，兄弟。再不走要闪我了，我的妈。他换了个金身。带你走，没换金身，换了传送门，反正不是闪现的，蹭脚印，然后传送，你传，你传。等到脚印消失，快消失的时候，揍他一拳。
他有技能了，估计是闪现门。 还好不亏，下来只要用命的扛到刀，还能活。 用护臂呀！哎呀，终于用了，直接扯，别等。哦，这么远你都砸得到啊！ 看有没有机会转医院吧。扛刀，扛刀。 我那板子怎么翻不了了？被坐坏了。